后测一下两端，标记一下一二吧。你胶纸为一。对，有胶纸的是一就好了。记住一下，哎，一是0.17，0.23。二是0.12，0.23。4.7公斤，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可以了。这是一0.140.18啊，二。0.160.27，再多擦几次，让它数据稳定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现在测那个90度的那个负重。2.7公斤，二点是说2.4，2.5啊，2.5啊，好，因为这两个。
掉了，尾套，尾套掉了。尾套没关系啊。插上，啊，对。好，保持5秒钟，在这个90度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这边这个头是不是也可以再过一次？可以。啊，也过一下，看一下。不用，你就直接挂上，把这个头插上。哦，你要换长度，换对长对度，对这个下一轮。对，那先测吧，测了再好。先测一下，看能测过吗？再测刚刚掉的另一个头，第一个的头，刚刚掉的是哪一个？掉的是第一个扎下刚刚线，掉的是那个是吧？那个是-90度，那个90度啊，那现对。在做这个90度。好，可以了。再擦一下。
再反过来再测一下。